花园总团当家台柱孙翠凤，先帮绿光创意董事长吴念真贴上月牙，加上胡子，变身成为孙翠凤散戏中饰演的包青天。接着，孙翠凤挑战美女把手，换成吴念真饰演司机，两人分别挑战彼此在剧中的经典角色。其实这是为了两大剧团分别推出鸭姐散戏双戏套票来做宣传。两个戏都有一种很奇怪的忧伤，但是又充满的生活上面的那种喜趣，这样。那所以这一次，我们刚好要演，那明华也要演。我说阿伯，连连做几回啦？连结在一起，两个公司、两个剧团，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演，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、行政单位，我们以后往后。听说还要继续的交流。两大剧团重制台湾文学剧场作品《绿光的鸭姐》，菜鸟警察 VS 老扒手，改编自台湾幽默文学大师段彩华先生的短篇小说，由金钟男配角黄迪阳饰演菜鸟警察，和喜剧天王唐从盛饰演老扒手，展开一场绝无冷场的斗志。而明花园的散戏则是改编高中课本洪醒夫先生的得奖同名短篇小说，戏剧元素重塑著作，带出民国50-60年代台湾歌仔戏受到影视产业冲击的现实，现在是一个台湾某个阶段里面，其实两种不同的讲行业很怪怪的哈，两种不同的境界，一个是歌仔戏团，一个是平民百姓，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歌仔戏在50-60年代那个环境，我们没落了，但是我们的职人面对大环境的改变，我们怎么样求生存？为了满足忠实观众的吸引，两大重量级剧团要首度跨界策略联盟，推出双戏套票，邀请观众一次感受现代剧场与传统戏剧迥勇的文学魅力。解通花场报道。